嗨，我是 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我们继续来探讨金池哲学第二十条，为伙伴尽力，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样的心，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实都会有。但是呢，这样的心呢，我们如何的来持续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散发？其实这是必须要考验每一个人。所以呢，我想今天要谈为伙伴尽力，我想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有一个故事，就是在美国东部，在严寒的冬天，有一个坠机，其中有一个男士呢，他其实可以被救起来，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机会让一个已经没有气力的一个女乘客，让救护人先救走，也因为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被救起来，因为栽在湖里面。所以这样的心，其实我们就感受到我们人的心性，事实上在最终的深处其实是良善。我们回到所谓的经营企业上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里面员工是最重要的，像我虽然是企业主，但是我也是把这一些的目标跟所谓的使命甚至愿景把它树立起来，那真正要去进行的还是我的伙伴，我的员工。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里面的所有的员工都必须要可以互相来互助。当然这个互相互助，我们也提到说，你总要把自己的工作先做好，你要先工作先做好，然后才有办法说，哎，谁需要帮忙啊，这样子才是对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协同作业，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为伙伴尽力的最终的目标啊。当然我们想要让所有的这个部门或者说公司全体员工都可以互相的我们说的 work together， 而且 work close， 除了在一起之外呢，我们希望他可以更紧密的来为每一个目标来前进。当然我们讲到目标也就是要很清楚，有时候愿景跟目标会让这个企业主会搞混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员工都清楚公司的目标是什么。那既然目标清楚，这个方向也很清楚，所以我们很清楚啊，必须要往哪个方向走。再来就是企业要前进，最重要这一股力量其实要一致的，而不是分散的。就像折筷子一样，有一根筷子很容易折，两根筷子很容易，三根也许容易，但是十根、二十根就不容易。怎么样把这十根筷子绑在一起？其实这个要看部门的主管，要看你老板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心想要把大家给绑在一起。所以为伙伴尽心，其实就是要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战斗体，一个目标跟方向清楚的一个战斗体，来完成企业的目的，甚至未来的所谓的愿景。我们必须要把一步一步的目标都完成，才有办法达成我们企业的大愿景，才能完成我们所谓崇高的理想。我是 Joyce Man，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让我们下次继续聊哲学吧。Web TV。